为现在火热综艺节目《天天向上》中心进主持人的王一博，是一位颜值、才华与能力集一身的佼佼者。之前还曾因为舞蹈功底精湛，担任选秀节目《创造101》的舞蹈导师呢，可谓是十分的了不起的。但是他的衣品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今日王一博现身某机场，戴着黑色的渔夫帽，十分的俏皮可爱，口罩遮面，露出一双灵动而有神的双眼，显得特别的帅气迷人。身穿一件黑色的衬衫，款式非常的简单，但却是被王一博穿出了满满的高级感。内搭一件白色的短袖，更是增添了不少清爽感，让整个人看上去十分的帅气，被王一博帅到晕厥。黑衬衫竟能穿得如此时尚魅力，整个人散发出一股神秘而迷人的气息，双手环抱胸前更是酷帅十足，真不愧是小王子啊，什么样的衣服都能轻松驾驭啊。下搭一条黑色直筒裤，这样简单的穿搭方式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。明明是烂大街的穿搭方式，却被王一博穿出了满满的气场，尤其是那纤细修长的大长腿，简直让人分分钟想舔屏的节奏。王一博不管是身材、颜值还是衣品都好得不得了，一件黑色的外套内搭一件带有条纹的 T 恤和灰色的衬衫，叠加的穿搭体现出满满的时尚感。下半身搭配一条灰色的牛仔裤，裤边卷起来潮味十足，脚踩一双黑色高跟鞋，更是凸显出大长腿，这身材简直就是几乎接近完美啊。白色的短 T 搭配黑色的休闲运动裤，再配上一双灰色的运动鞋，这种最简单基本的穿搭却被王一博穿出那不一样的时尚和潮味。头戴白色的发带，洋溢这满满的活力和青春，简直就是妥妥的运动少年。白色双排扣，短款西装，西裤配小白鞋，